了，感谢晕晕子。世界首富我可以许愿吗？可以许，谢许吧许吧。来，我们黄头罐头再走一走，咱们还有黄头罐头的，咱们走走黄头罐头哈，我们争取把咱们的榜单凑到10。我们现在榜单还差4位，来，能不能再来一个黄头罐头？咱们从关关那里开始，咱们能不能再来一个黄头罐头？可以来黄头罐头的，咱们来个黄头罐头好不好？请我吃个黄头罐头行吗？请我吃个黄头罐头行不行？今晚我想想我想我怎么中奖，来，能不能请我吃个黄头罐头？来嘛，4个，再来4个，谢谢我妈，谢谢我妈请我吃黄头罐头。来，我们差三位啊，差三位，四位，哎，不对，从关关那里开始，还差4个黄头罐头，家们，还差4个黄头罐头，请赐予我一罐真实的黄头罐头。谢我名字，好，我们还差3个，咱们差3个黄头罐头了，咱们差3个黄头罐头，来继续。关关，你的黄头罐头不足，关关来凑凑成凑一个罐头，罐头，关关来凑个罐头，来凑个罐头。长枪一战，要啥没啥。谢我叔，关关，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男人不能说自己没有，只能有，没有不有。最后50秒时间，最后50�秒时间，我们争取上万行不行？咱们争取上万，咱们争取上个万，他们最后会偷的，他们最后会偷的，他们最后会偷的。我啥时候说我不行了？行，你就来个罐头，行，你就来个罐头，关关。来，我们差我们最后守一守，我们最后守守，最后30秒，最后30秒守一守，不然的话等会儿被挤下去了。他们一看就是那种最后偷塔的那一种，最后偷塔的那一种，守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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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输的罐头。一个二个都给我们搞这些，哼！谢谢广哥哥，感谢广哥哥，广哥哥谢谢你啊！谢谢广哥哥的奏响人生，谢谢广哥哥，广哥哥这个真好看呢、啊，第一次看呢，谢谢广哥哥，谢谢。嗯，谢谢我们广哥哥，谢谢我们巧克力哥哥，谢谢我们猫猫哥哥，谢谢我们珊珊哥哥，谢谢我们冯叔哥哥，谢谢我们叔，谢谢我们天天，谢谢晕晕子妹妹，谢谢我们名字，谢谢关关，谢谢大家。好了，我要做我自己的惩罚了。死啊，小果的重生。一罚三，1罚3，2罚4，那就是我做瑜伽的，是不是、啊？大哥回过来。嗯，然后那个我这里很卡，我一连麦就很卡，我就先。小米做的是什么呀？他小米做什么惩罚？小米做的是紫气的。嗯，那要不然阿星跟他一样？那你好像插不了头发吧。我这里好卡啊，我先溜了，我都看不见你们了。好的，好的，紫气，好的，好的。嗯，好，那你带个特效游戏啊？我带特效啊，这对我这么好啊？嗯，齐玉敏，要不你也带个特效吧？他都走了啊，这么快？你说你想让我带个什么？你说你想看哪个？你随便找，我那也走了。这个口令有点违心，切，你俩待一会儿吧。我只是说了你的实话，随便找啊。嗯，随便。那我就这多草率、啊，姐妹何苦为难姐妹？这多草率啊！那我就这个吧。嗯、哦，错了，我还没带呢，别急别急，容我带一个、我们回去八卦一下。八卦啥？八卦什么？八卦年度。八卦啥？哎，走了，他俩比我还八卦。走了，拜拜。四卦群众，哎，你挂一下那区域面。好、哦。这个可爱吗？这个特效可爱吗？我们再换一个吧。哇，这个好可爱哦，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我好可怜呐、啊，哥哥哥哥。嗯。八卦找我，你什么？那这这那个那个那个盛典有什么八卦的呀？我想说，就是钱呐、啊，就是资本的力量啊。有什么有什么八卦的？难道里面有不为人知的东西？关关有八卦图？有啊，真的呀！关关来给我们说一下，我们也想听。给我们说一下嘛，我也想听什么八卦嘛。给我们摆一下啦，要不要你上个麦说一下？要不要？我也想听八卦。我跟你说，这一次真的走红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稀少稀缺。这一次的盛典跟往年是不一样，往年就是只要去参加盛典的都能走红毯，今年。只有就是说你即使打了票啊，你打了老多了，你只有前五能走红毯。所以说今年是为什么呢？大家品一品。有个主播跟大哥许诺了啊，许诺什么？谁呀、啊？给大哥许诺什么？说要嫁给他吗？真的吗？快真的吗？天宽，快来快上来上来上来，说一下，我哎呀，好好奇哦，哎呦。好好奇哦，来，好喜欢这种八卦哟、哦！我们怎么都没，我们把关关邀请来了，来，等一下，抱一下他。哎，怎么抱他呀？你把邀请直播间的人。关关在哪里啊？天关，我抱你抱他。他嘛，你点他那你点。你别晃，好，我马上不晃，不得行。我马上取了，你先上来，我想听一下。哎呦，好，感觉好有意思哦。最喜欢听八卦了。最喜欢听八卦了，快，给我们摆一下，摆一下。能不能错过这种八卦？快嘛，我抱你了，天光哥，我抱你了。宝宝，关关上来没有？快嘛，我都抱你了，快点。天官，你这个没意思了，说一半。你这样子嘛，你不说是哪个主播，你就跟我说一下承诺了什么情况啊？承诺了什么？好不好？你在哪里看到的？不要说哪里看到的。最终他打上去了没有？肯定打上去了噻，你就说承诺了什么嘛。你给我说一下承诺了什么，快。快给我说一下嘛，承诺了什么。我昨晚9点多起来跑了两趟，然后就听了这么多八卦。天官，你真的，你一个人你能憋这么久一个事？带大哥去浪漫的土耳其，真的呀，巧克力，你怎么知道？去浪漫的土耳其啊？去土耳其干什么啊？去土耳其干什么啊？去做热气球吗？是不是去土耳其做热气球啊？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猫躺枪了。好奇害死猫啊！好像是去瑞士，哇，瑞士很美啊、哦！我一直想去瑞士啊。瑞士真的很美，我特别想去瑞士和新西兰，都很美，很美。然后呢，就是说打了这次盛典，那个主播就可能就退抖了，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就退抖了？人家相约滑雪去了。哦，滑雪好正常哦，这出去耍好正常哦，那肯定是出去耍的嘛，会有什么很劲爆的事情呢？我有什么很劲爆的事情呢？那出去耍好正常哦。
老板是羡慕还是羡慕还是羡慕？老板不羡慕，老板有你们就好了，老板有你们就好了。说实话，这一次的盛典说不羡慕那是假的，没得哪个主播他不想打，没得哪个主播这说是这是假的。但是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吧是资本的力量。这个是资本能玩的东西，我们就是不玩这些东西。谢谢姥姥的关注啊。但是昨天我倒是听了一些，就有些主很多主播有些主播就是自己拿钱打嘛，对吧？有些不拿自己不拿钱打的，还自己就是说上又后面被粉丝说的自己给自己上了点自己给自己上了点很多都是自己刷。哎，这是谁啊？是谁啊？哎，我把这个关了吧，哎，我怎么上来了？什么东西啊？哎，这个怎么关嘛？哦，关闭。居然是这样讲，是他那个弄那个啥的，哪个不准不准不准？对，都要自己准准备票。我给你们说实话，今年盛典，我还说，我当时在想，我说要不要今年盛典我给自己打一下。有个想法就那么一哈哈就算了，突然觉得还是划不错。都背了几千万的单，突然觉得你真牛，你真敢想，肯定敢想。我说我去借钱，我再去打一下。这个从来没打过盛典，我真的是从来没打过盛典。在抖音播这么久，在抖一年比你错了，冯叔，今年真的是比去年便宜了好多，还一年比一年贵。今年的盛典真的是最便宜的一年，说实话，真的。我跟你说，微信，呸，就是今年抖音的盛典真的是比往年便宜好多。谁说的？你是不知道吧？你是不知道去年有打的多高吧？你是真不知道去年打多高吧？欢迎海蓝妮妮。我跟你说，他高的赛道就那一两个，其他的赛道老便宜了，其他赛道老便宜了，完全不能跟去年前年比。阿西。往年大哥打得多，今年自己打得多，你又知道是自己了。我跟你说，还是有不是自己打的，自己也是有一部分，但是也有那种真正的就是像关关说的承诺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吧？承诺什么东西？过了这段时间，好多和以前差不多。而且去年往年也是有那种也是有自己刷的呀，你都知道那个六亿哥哥不给自己刷了6亿。欢迎小房，欢迎叶哥，欢迎阿布阿拉。打年度就是给自己打曝光，这就是其实每个主播吧，就是一年了，他们都想去参加一下这种，因为就是算是一种荣耀感吧，就是都想去走红毯，然后都想去得那个奖，就这样子的。很好过了还是一样，对，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呢，主播的一个荣誉感的一个问题。明年再看吧，明年你如果实在想打，我自然会出手，你算了吧。我想陪你很久很久。如果我们终有一天变得很好，有
的也是给家人一个交代，对，很多很多主播他们不打，但是呢被就是最被说的说，就是自己的粉丝支持了嘛，支持了这么久了，然后呢就是说，也是有粉，他们有些粉丝是有一个种荣誉感的，就是你看着主播能打上去，他们自己就粉丝会有一种荣誉感，你知道吧？就这种。一定是有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他听我讲话。感谢老公的保时捷，欢迎怪咖。欢迎你好，欢迎 BJ 哥，欢迎啊。你们吃饭了没呀？你们吃饭了没呀？在这聊聊聊八卦，聊得可憨厚了，可 happy 了都，你们都，就是一道八卦，你们最喜欢了。还没吃我都不饿，出手0.00000001个 W 个 Y 一个 Y。欢迎唯我独尊。但是西西给大家说一下，西西一号就要走了啊。哦，不对，不是一号，三号。西西三号就要去珠海。你给我少打了两个零。提前这么多天，对。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我也是三号，你三号去干嘛？去那边还播不要播？要播，肯定要播。我又不像别人，我又不像别人打了盛典给大家休息。我们又没有打盛典，我们就正常播。别耽误我升单牌就行。要播要播，他的流程是三号到了，三号就要排练，三号排练，四号排练，五号彩排，六号什么连排，七号什么什么排，八号演。走路有啥排练的？我走路不走路啊，我跳舞啊。我跳舞不走红毯，我今年走不了红毯，今年只有拿钱打的才能走红毯，我今年不走红毯。我今年就是去演出。还要打上去才走红毯，对，今年的红毯格外的金贵，那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那是走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走的都是真金白银，全是钱呢、啊。我在想要不要去珠海走兜一圈，来嘛，来珠海你请我吃个饭嘛。你负责包我的饭。包仔饭。带上我。看星阳光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没关系，到时候我陪你在珠海逛一圈，勾勾。那必须，就是说，那必须，那你直接缝缩，你直接就是把整个珠海的购物圈全部买下来吧。几号过去？三号，
他叫三号之前就得到，三号要排练，三号就要排练。其实那个舞不是很，不是特别难，那个舞就老简单了，那个舞老简单了。我一顿只吃一顿鸡，叔带着大煎饼大葱过去哈。叔，你珠海进不？叔，你珠海进不？你就在一起，虽然人们相遇以后的，那很快了，太远了。哦，比较远是吧？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这样子爱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就在一起，谁都不许说分离。我可以陪西西去。这段恋情是像天际雨，会让我们成为这段。再带瓶酱吧，站着吃。我一顿饭很小的。好，嘟嘟，我揣着你啊，我揣包里，把你揣包里，把你揣包里。咦，这谁呀？三哥来了，你们怎么没有看到啊？欢迎三哥。Welcome to my Yashi Live Show， 三哥。Long time no see， 三哥 ，long time no see， you me 不 miss me miss you， me miss you， 三哥悄悄咪咪的在这送灯牌，不是我眼睛尖，我真的，不是我眼睛尖。啊，三哥悄悄咪咪的进来，三哥思密达，三哥国外的粉丝吗？为啥用英语打招呼？哦哦，This is international live show， 这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直播间，带你们领略一下，就感觉像是你们来到了国外的感觉。啊、悄悄进来的。我就会厚着脸皮向你提起，在这儿我们共同呼吸。欢迎圆圆，三哥在哪里？三哥不见了，躲起来了。谢我们多多的黄桃罐头，给多多黄桃罐头。就在一起，是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是不是只有打 PK 才会出来？就你以为是马跟马哥一样哦？你以为跟马哥一样哦，打 PK 才出来呢？佩服你，我就在这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打 PK 才出来，那是马哥。都不许说分离。你们可以告诉我哈，那种喜欢打 PK 的大哥，你们告诉我，以后我就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该让你们出来一下，不能一直把你们抢起来。欢迎玉满堂哥。你这个打招呼不行，大哥又走了。那还是要韩语打招呼，我发现还是要搞韩语啊，还是要搞韩语。欢迎晚安马克巴克。好了，差不多，我们今天到这儿吧，我们到这儿吧，家人。你这打招呼没问题啊，我也觉得没问题啊，多么热情，多么澎湃，就恨不得把他们吃了，恨不得把他们包的啵一口，咋回事呢？他们需要跟我躲猫猫呢，那猫猫在的嘛，为什么要给我躲猫猫呢？是吧，太热情了。那好吧，那我对他们不热情吧，他们喜欢欲擒故纵，真的是。对他们热情一点，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我立皮他们的。知道了，欲擒故纵，招数烂，招数太烂了，搞这新花样嘛。你陪我一程，
好了好了，我们下播了。哎，马哥在不在哦？马哥，马哥你在不在哦？马哥，你是不是想出来一下？马哥，马哥，我今天就放了你出来了一次，后来刚刚开始马哥没出来了，马哥真的不在，那马哥就不在，他不在。欢迎局中人。好啦，下播啦，家们，下播啦，下播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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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播了，家人们，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谢我们巧克力、啊，巧克力，你要不要凑个整啊？猫猫，你要不要凑个整啊？小八，你要不要凑个整下播呀？你看吧，巧克力，巧克力，你就差4000就凑整了，猫猫差2000，小八差。猫猫差500，要不你们凑个整吧，圆圆满满，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在高千和高思燕之间，我选择了高校。在什么和什么之间，我选择了。高钱，我在什么和什么之间，我选择了高效的赚钱。你看他们当聋子了，他们不听我的话了。干嘛他们这个时候就听不到话了，他们听不到话了。这下彻底没哎呀，猫，你看猫。好，猫猫是不是已经凑整了？我看，哇，猫猫，谢谢猫猫哥哥，感谢猫猫哥哥，猫猫哥哥。巧克力就差你了，巧克力差你了。你拿个灰机接我下班吗，巧克力？啊，我午饭还没吃呢啊！你看我这么久啊，今天这么上头吗？你今天看我饭都不吃了，巧克力你吃饭了吗？哎呀，今天怎么回事嘛？今天搞得像是我在生日过生日一样。哎呀，真的是。不吃了，怎么能不吃？等会儿我给你喊外卖。这话说的，你都这么给力了。巧克力，你还差1000，巧克力。巧克力还差1000，还差1000，两个热气球。我给你放一个，带我们去浪漫的热气球，来哈，我给你放一个，浪漫的热气球，我们也去浪漫的土耳其，好不好，巧克力？我们也去浪漫的土耳其，来来来，准备好了，巧克力，两个热气球。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我们也去热气球了。哦，不对，我们也去土耳其了。土耳其不浪漫啊？在哪里浪漫啊，毛毛？哇，巧克力，这是哪里呀、啊？怎么满天的热气球啊？真好看呐、啊！巧克力含泪，哇，真好看呐、啊！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美啊？哇，
这个上面的火热乎乎的。这火 BJ 哥你来了你不搞点啊 BJ 哥。BJ 哥我一直以为你走了。BJ 哥。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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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那个啥一下吗？啊，不能个啥一下吗？我今天好像直升飞机没看过呢。啊，今天直升飞机没有看过呢 ，BJ 哥，我想坐一下直升飞机回家。BJ 哥，送我回个家呗。今天张脸特别着迷，我想拍一遍出门前换新的心情，我的泪已给你喜欢留下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得真的惊奇，表情总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实在不行，火车也可以，实在不行自行车，实在不行热气球，不能再低了，不能再低了，实在不能低了，这不是菜市场，咱们讲价。我已经讲到这个地步了。却能点亮我的心，猫哥咱俩凑了个整数。今天猫猫和巧克力真乖，这不愧是被我打了屁股和打了手板的啊！咱就是说必须鞭策他们。小八呢，我们小八呢，小八一个热气球我们凑个整，小八、小八小八在不，小八睡着了吗？难道小八？看那微微火光照亮亮，我的影子都说爱你。都不凑整了，怎么开始顺风顺水，现在磕磕坎坎啊？怎么都不给我面子了？你的一个微笑，就让我寸步难行。巧克力和猫猫，巧克力跟猫猫好啊。还是巧克力和猫猫好啊，不然我尴尬呀。好了，下播了，不薅了不薅了，咱薅不出来了，薅不出来了，费了我九虎二流之力，薅不出来了，薅不出来了，到这儿吧，到这儿结束吧，这样吧。谢谢我们巧克力，感谢我妈妈，谢谢我们小八，谢谢我们航哥，谢谢名字，谢谢深山，谢谢粉哥，谢谢叔，谢谢婷宝，谢谢多多，谢谢樱花，谢谢天降，谢谢一朵花，谢谢屯里的人，谢谢东坡，谢谢大家辛苦，咱们后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薅不动了，薅不动了。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今天就看在我过分的恨，等你过生日的时候，看你怎么薅我们。寿星好，寿星妙，寿星真的是呱呱叫，寿星真好，寿星。还威胁我了，这个巧克力，小心我明天又来鞭策你。走了，拜拜，家人们，我们明天见。猫猫吃饭了，走，吃饭了，猫猫。谢谢老板，兄弟们，谢谢大家。我们巧克力今天晚上再吃个好的啊，再吃个好的啊。
那我们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明天见。